我们的口号是吃哪走哪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，锁定方位，主一开胃，主角海鲜炒面，配角鹌鹑蛋，友情客串鸡蛋紫菜，药酒啤酒辣酱圆葱的，导演德里克颂。现小现卖，鹌鹑蛋的营养价值为：一、辅助治疗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贫血、肝硬化和腹水等疾病；二、健脑；三、预防过敏；四、缓解失眠。禁忌人群为：脑血管病人不宜多食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鸡蛋、鹌鹑蛋、面等等大杂烩。药酒一点都不苦，有点甜。开锅了。凉爽的啤酒就是得劲。大蛋好吃，小蛋也不错。
场面虽然看着不得劲，但吃着得劲。都愿意捞干的 ，Me too。药酒是干没了，啤酒也快了。海鲜炒面价格为3700韩币，便利店买二送一。10000韩币等于7.6美元。鹌鹑蛋6粒价格为2000。No。雅不雅观顾不了了，紫菜也使劲造了。有点接近光盘了。Yes! Go!